美丽新台湾的朋友们，很高兴又跟您见面了。两年前莫纳克台风对台湾造成的阴霾让人还记忆犹新。住在嘉义梅山乡的郭方元，他的家园民宿就在这次的风灾中几乎被化为平地。面对自己的民宿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的困境，郭方元他是如何重新站起来开创出事业的第二春呢？带你快来看看。位于阿里山国家风景区西部的瑞里村是嘉义县梅山乡的一个小村落，却也是平地人在阿里山地区开发最早的地方。四面环山，海拔高1200公尺，常年云雾缭绕，天气顺变万千。中央山脉层层叠叠的雪白云海，时而飘渺，时而急湍的云瀑，令人仿佛置身山中仙境的感觉。除了云海日出，这里的绿色隧道也因竹林之美而被誉为有如电影《卧虎藏龙》般旷古深邃的情境。每年寒冬到四月，满山遍野的梅、李、桃、梨、山樱更形成世外桃源的另一番景象。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梅山乡境内独特的风景，自然吸引登山客和一般游客的造访。而从事电器业务工作多年的郭方元，十几年前因深感都市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便燃起他协同太太重新回到自己家乡创业的念头。大概十八九年前哈，我在平地上班工作啊，其实在上班这个地方哈，非常的压力非常大，为了冲业绩吧哈。那要是有放假的话，回到山上就觉得说，哎，好像全然放松了，很舒服的感觉。那在那个年代开始，也因为政府开始要推那个所谓的周休二日，那我一直在想说，要是周休二日的话，可以让很多平地的朋友啦、亲戚朋友上山来玩，那应该多好。所以就想了想说，哎，是不是来盖一个民宿？但是当初那个房子不叫民宿，也没有民宿的这个名字吧，哈。所以那个时候大概盖了那个屋子之后，第一个名字叫做游车寮，因为那个地方叫做游车寮。那游车寮有个给人家住的地方，所以就叫做游车寮山庄。好，就开始做民宿，做到现在。回到家乡嘉义梅山乡的太和村后，便开始积极经营民宿和生态导览的郭方元，十几年的用心经营过程中，让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客源。所以客人来了之后都会再来，因为他来这里很放松，他好像回家的感觉。那加上我太太的那个厨艺哦，也很认真，所以大家都很满意的回去，又介绍很多朋友上山来。啊，不然的话，刚开始在盖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啊，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们有空都往平地去玩，哪里会有人会到山上来这边住？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没什么人，那经过有好多朋友的帮忙之后，慢慢的客人就来了，那就慢慢累积客人，那后来就变成说，哎，很多人会喜欢到山上来玩这样。然而好景不长的，却在两年前的莫拉克风灾中，将郭方元经营将近20年的民宿一夕之间毁于一旦。说起这段过程，夫妻俩仍然心有余悸。应该说风灾之后啊，其实因为水量实在太大了嘛，哈，结果那个民宿的地方整座山是移动的，那因为有移动了，所以那个已经不适合居住了嘛，哈。那山吼拢安尼倒倒啊走，一直走已经差足多啊，车拢袂当过啊，啊结果差不多20几天了后，阮是坐直升机出去的嘛，啊20几天了后就是，因为阮就是厝都倒去啊嘛。造出去差不多30米嘛，啊，后面是剩下一楼，啊，前面是剩下2楼，我那是4层楼哎，啊，就这样啊，我们就那个地方也不可以住了，啊，就走了。一场风灾毁了自己和太太一手经营的民宿和梦想。离开太和村的郭方元，几经思考未来的方向后，在众多亲朋好友的鼓励下，重新调整心情，
接手外甥叶胜汉瑞里村的民俗经营，继续他热爱的生态导览解说。当初他在泰和经营第一家民宿哦，经营也是非常的好哈。那后来因为遇到风灾，那我遇到风灾之后哈，我直接让自己的舅舅嘛，我就去看灾，那去看他们的房子哈。我觉得说从四层楼哈，一下子那个房子陷到那个一层楼，我看到他们那种伤感的心情哈，还有我自己的感触非常多。我在瑞里这边这一家漫步云端呢，我那时候是有打算停业的。那后来看到他们这样子哈，他们也不愿意搬到山下去住。一直想留在山上那种心情哈，我想说，哎，那我是不是继续把这一家漫步云端民宿完成？那请他们来管理哈。因为他要做什么，伊拢跟他很有精神的那啦。你不支持他，好像看看他的希望哈，好像全部都破碎了啊。现在要再来这边盖，你不支持他，好像不行嘞。啊，所以我们就全家支持他了。所以其实以整个环境来讲，它是有受到蛮大的伤害的啊，所以说我不得不再换一个地方。我大概经营民宿也将近17、18年嘛哦。其实因为水灾当下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打电话来关心嘛哦。那所有的朋友大概一直讲说你赶快要站起来啦，我要赶快再去找你啦哦。所以在这个机缘之下哦，其实我们就很快的希望说这个民宿可以重新来过。年近花甲的郭方圆那种想留在山上的心情和那份精神奕奕的敬业特质感动了外甥叶胜汉，也促使他想和舅舅郭方圆共同打拼完成彼此梦想的决定。因为他有对这边的土地哈有相当的热爱哈，所以他会继续，他就请他来这边继续做经理的这样子。尤其是他在导览方面他非常有耐心，那对这个山上，对山上他真的很感兴趣，而且对山上的人文历史花花草草我舅舅他都非常的深入哈、哦、他不管是在生态啦、动物啦，或是在瑞里从早期到现在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演变哈、哦、他都能够一一的做解答。所以我们想让客人有一个很快乐的知性之旅之后啊，我们就决定哈、哦、找我舅舅来这边当民宿的管理人。那他的特质当然是非常好哦，客人的反应哦，他非常有耐心啦、啊、哈、哦。然后当然依他的年纪来讲，他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哈、哦，所以都会让客人不虚此行。认真的态度不仅得到亲友的赞赏。也因为另一半钟宝琴的关爱与支持，使得郭方圆无后顾之忧地再创民宿业的第二春。然而面对全新打造的小木屋和悠然的环境，夫妻俩将如何携手面对全新的挑战，让喜爱这里的旅客有全新的感受。历经风灾的郭方圆在事业上有了新的转折，选择将太和村的民宿经营理念延伸到了瑞里村，并且突破了以往的经营模式，让游客来到了这里不是只有吃住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太和和瑞里村的产业文化。让我们接着往下看。郭方圆的民宿坐落在蓊郁青山树林之间的摩形小木屋，依山势而立，宽广的庭园景观结合园内各式各样的陶瓷娃娃，增添了庭园景观更多的温馨与浪漫的色彩，并且将小木屋的缺点逐一的改善，让经营优势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以前大概十几年前盖的民宿到目前来相比其实是不足的嘛、哦、那应该说我们这一次就一次把它补足，认了以前的有的缺点我们就把它改善。以我们这个木屋来讲哈，其实我们真的希望说让客人有别于平地的那个所谓的钢筋水泥嘛哈，所以他住进来会比较干爽舒适。那很重要就是他进来的时候就会闻到很浓的那个木头释放出来的芬多精，好，所以其实他以很多的那个民宿来讲，他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我们每一间民宿的墙跟墙都是隔开的，
因为一般来讲木头的那隔音是比较不好的，那我们把墙都隔开之后，可以让客人在里面他的声音不会被隔壁间听得到。小木屋的里里外外散发出浓浓芬多精气息的南方松木头味，是国芳园在后重建要给客人全然不同的视觉和嗅觉感受。那我们是希望说融入在地，融入所谓的那个自然嘛，哈，所以我们都希望说以整个结构来讲，我们都是以木头为主，啊，希望说客人来这边住了之后，他会觉得很舒适。你能想象住在海拔1150公尺的星空夜晚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贴心的郭方圆为了要让客人拉近与日月星辰的距离，开天窗是他为客人融于自然景观的窝心设计。我们都有开天窗，那天窗开了之后晚上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哦，所以我们是以这个叫做观星的，也可以让客人体会，那个星空之美。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晚上看星星是很漂亮的。应该说，以这个海拔来讲，它的整个环境来讲，它的空气是很干净的，所以我晚上看星空，它的距离好像蛮近的，所以也特别亮。除了和小木屋有着相互呼应色调的室内设计外，挑高舒适的空间和宽广的视野，更可眺望窗外的山峦美景和近距离的享受农村景色的清新与舒适。整个质感一打开就觉得说，哇，就觉得赞。然后后来就看看，就觉得说，不管是它的整个内部的设计，或是它整个那个园区然后规划，觉得非常的有品质。其实我觉得它的景选得很好，它后面是一个茶园嘛，对，然后旁边都有开一些什么桃花、梨花的，我觉得那个景园是它的附加价值，你会觉得你身处的这个民宿的那个质感的感觉，庭园占了很大一个部分，对，所以明天如果起床之后打扮漂亮之后，应该就要再来照一下，庭园这部分就要开始留影一下这样。像它一进来对不对？像它有个那个就是车子的造型。它种很多那种玛格丽特那种花，我觉得那感觉是很像到欧洲的感觉。在郭芳园的民宿里，除了舒适的居住质感，当然也要搭配自然的饮食。太太钟宝琴讲究新鲜时令的家乡手艺，是让旅客们赞不绝口的幸福滋味。吃的部分我要请我妈妈讲一下，因为我妈妈很赞赏她的那个晚餐。对，我妈说，对对对，这样哦，以前很有感觉。我以前很上海，今天做福建，做清淡的，安尼我很清脆。你看这台湾食了，我妈妈好赞美她的青菜哦，柠檬、柠檬分的健康很好。她很怕我吃，怕我吃那么干净，我也不好意思吃到我那样的菜，我感觉好丢脸。我旁边老人在吃吗？可是我想说，金龟我们食了会。然后还好，他那个就是开动前说，先等一下，先照相，就是把那个那七菜一汤先照起来。然后吃完之后说，先等一下，我把那个全部吃光了，再照一张。哦，完全对照，真的是，而且他的那个餐就是有那种家的味道。对，其实我们这里哈，大概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嘛哈，大概有桂竹啦，有较高竹啦，有麻竹啦，有栗竹。但所以来这里大概一整年都可以吃到很新鲜的竹笋。而郭芳园的特色民宿经营中，不只是提供吃住给旅客而已。冬季清晨5点多，天色未亮前，郭芳园已经载着游客上山欣赏阿里山最美的日出。运气好时，可观赏到山谷中壮观的云瀑，让在地最美最特别的景观呈现给喜爱这里的旅客们。因为其实客人来到山上哈，最基本的他几乎没什么方向感，那我们会希望说有一些导览解说哈，其实是讲一些在地的故事，哈，在地的一些知识哈，像什么竹子啊哈，它什么用途啦，它怎么生长啦，啊，什么花是怎么开的哈。就是很在地的东西，但是平地的朋友不一定晓得，
所以我们就会介绍一些跟山上产业有关的或是在地的一些早期的故事，都是很 OK 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有一些趣味性哈、哦，让客人觉得说他来这边不只是来玩而已，他可能会有一些知识性的那个增加啊、哦。所以我觉得说，以民宿来讲，你的导览解说一定很重要，你可以跟你的客人有互动，那客人也觉得比较好玩，那个可看性会增加很多，所以是有加分的。因此，国芳园的民宿经营里，导览解说就是和旅客拉近距离的最好方式。然而，要让旅客了解在地产业文化，就是让旅客们亲自体验，并且感受这里特殊的产业文化。然后老板又很热情的邀我们去看那个蔗糖的那个制作啦。我觉得我们是赚到了，其实我们只是来挑民宿的，然后就意外得到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其他的行程。因为我们结合在地的那个农业嘛，哈，那一年有一年四季变化不一样的景。那现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农产品，就是甘蔗糖。那现在刚好是这个地区甘蔗糖盛产的季节，那也可以带客人去体验那个榨甘蔗那个感觉啦，或是在一个大的灶啊，在那边煮甘蔗糖那一种感觉，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行程，很香，很好吃。国芳园的经营理念中，将民宿的经营结合了当地的文化产业，作为导览解说的最佳题材。除了让自己的民宿有了加分的效果外，更为旅客增添另一层深度的知性之旅。哦，这个里面是脆的，然后外面是甜甜，然后有点温温热热的，很好吃哎，从来没有这种口感。欢迎回到美丽新台湾。为人正直热心的郭芳园，除了受到游客的喜爱，他和太太钟宝琴更是当地文化产业的幕后推手，将高山茶结合茶艺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到了瑞泰地区的茶，并且透过了艺术家的笔，成功能将太和村向外推展。山明水秀，月山向太和村，人文景观上。透过驻村艺术家的画笔与歌声，典藏太和村茶香人情的美好，以及记录这里人事心情的点滴故事。这也是当年郭芳园担任太和村理事长时，希望能为这片土地作为永久记录的故乡情谊。我就是就这个高贤志老师，伊带的这些每一位很深入，唔是看表面的，把这个社区里面人的生活、人的产物、产业形态、人的一个风景，伊拢甲翕翕的，然后伊佫甲画出来。而且这本书强调讲，伊介绍的是较着重于这个精神、社区的精神文化传承的方面安尼。哦，你当里面看到小人物大故事，哦，为什么就我能看到？你甲每一篇来看，你甲读起，你会真感动。真难，我想这就是咱台湾人相共。台湾人每一个人在小螺丝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篇真好爱乡土的故事在里面。因为做这本册吼，伊是要把阮村庄带出去啦吼，啊，感觉伊这本册的内容是，因为刚开始阮太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然后因为这本册带动很多，因为足侪看了这本册了，他感觉讲太和是一个最好的所在，哦，然后人事物。这本册拢点点滴滴拢记咧，我甲在郭理事长有做这本册，做用心的改革，吼、哦，你做出来时阵，他甲阮太后，现在已经没有，因为88要收回这本册内底一寡物件，已经是变成是过往啊，会当互阮留恋，然后子子孙孙拢会当留恋。想要把村庄带出去的念头，一直是郭芳园努力的目标，不但致力于社区营造的活动，并且善用在地产业的茶香与茶艺结合，使太和村成为台湾首座的茶艺推广艺术村。当管理泡茶是讲规台湾第一个推出小小泡茶师，就是阮太和村，啊，然后慢慢推广各地方有，啊，阮经过
两三档的迄、那个，一直跑一直跑，大变，即马各机关团体拢邀请我呢，哦，像另外一寡机关团体，也是一寡单位办活动，人叫去免费，阮就去遐泡茶。啊，阮借这个机会嘛，推广阮的茶，啊，互阮的参加这个学员，因大家愈跑愈深，哦，像县政府的新春团拜，阮甲县政府的一个礼堂布置甲像一个野外的茶园。哦，社区的人参与这个活动，啊，大家愈来愈有信心，唔是大家拄开始，大家是安尼，点点仔做地，点仔做地，不要推广。伫这个观光的发展之下，慢慢啊，把台湾知名度出去，尤其有这个三小班的地，慢慢提高知名度了，哦，台湾迄个地提高计是啥，增加咱农民的收入，哦，叫利润。最大的收获应该让我们去的地方那个社区的人知道说，哎，嘉义县梅山乡有一个叫做太和社区，那个地方有很棒的那个茶艺文化的那个在那边生根，啊，所以他们也一直在邀请说我们去教他们泡茶，哦，发展那个茶的文化，茶的产业，所以茶的产业也可以推广到他们社区去。茶艺文化不但在太和村发光发热，同时也带给郭方圆的民宿成为独树一格的茶香艺术交流屋。像我们每天都在切磋我们那边做茶的茶，我们的茶好不好啊？谁做的好啊？切磋茶艺啊，泡茶啊。应该说哈，以前大概泡茶哈，大概随便一个那个茶盘就开始泡茶了哈。那但是他会弄得湿哒哒的。那夏天的话，可能那个蚊虫啊，就是很多吧。那我们以这个茶的文化来讲，我们是希望是干泡式的，我们希望不要浪费那个水，好，水资源不要浪费。那再来就是你这个茶文化是要很干净的，看起来很清爽的，客人很愿意来喝你的茶，好，不会说因为你的茶具看起来不是很干净，他不敢喝茶。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茶艺的布置啊，包括那个泡茶啦，包括茶席的布置。还有那个染布的哈，都应用在这个茶几的布置上面。那有艺术家进驻之后，我们就会选择性的有不一样的那个布啦哈，铺在那个桌上，就会呈现不一样的美哈。我们协会泡茶啊，都认识很多朋友，外面的朋友还有客人来哈。有时候我们会去泡吧，哎，有时候客人来我们家，啊，我们泡茶给他喝，啊，可以跟客人哈拉近距离啊，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聊天嘛哈。不管是社区总体营造的推动，或是民宿的经营，郭方圆和太太钟宝琴总是能合作无间的做彼此的后盾与支持者。可是以前人家都说，哎，你们两个哈是模范夫妻，什么我们要去做什么，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进进出出。嘿，除了客人来要陪客人，他就是带客人出去嘛，啊，我就在家里这样，嘿，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小孩子也是这样带过来的，啊，每次要是我们吵架的话，小朋友会说，那有可能你们两个不可能吵架，他们会这么讲，还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啦哈，但是沟通之后就 OK 的啦，现在越老越感情越好了。其实哈，应该说年纪越来越大嘛哈，越觉得说哎没有对方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两个要互相扶持啊。嗯，一块感觉嘛是讲像阮太太讲安尼吼，就讲本来来拢是朋友嘛吼，啊不要吼人家来甲咱兜，敢那袂是，伊是要来看朋友迄个感觉，啊咱嘛感觉是朋友要来迄个感觉吼，所以我们就很期待说朋友啊客人要来，我们都很期待他们来，我们不会把他当作是客人呐，我们都是当作朋友，哎。朋友或是亲戚来这样。郭方圆为了推动地方产业，善用艺术家的才华，不但成功地打造一座茶香艺术村，也让故乡里的人情事物尽在艺术家挥毫的画笔里，永恒地记录了家乡当时的情况，让更多人了解嘉义瑞泰地区的人文风情。在经过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风灾后，
孤芳园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反而将第二家民宿经营得有声有色。孤芳园相信，在自己和村民的努力下，太和村也会和自己的际遇一样，在寒冬过后迎来更美好、更灿烂的春天。感谢您的收看，美丽新台湾，别忘了我们下周的相约。